一段视频可以卖到1000块钱左右，偷拍的资料供人家下载或者是现场直播。哎，果然，哎，我们看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小孔，正好对着我这个床的位置，这个位置有一个摄像头。那如果这女生穿的字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被这个桌底摄像头给偷拍到。那小姐，这个是你们自己装的还是什么？这是个中控摄像头啊，360度角的那种，我的所有的东西他都知道。给他打电话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这触犯法律了。分手了以后。他跟我朋友说的，他说这个男生来我家吃过几次饭，都是周几来的，这事儿他咋知道啊？我们家做了一下检测，你知道他绑在哪里吗？就在我的那个鞋柜的里面，360度角的那种摄像头，脸刷的一下就白了，面如死灰。给他打电话，你知不知道你这触犯法律了？你别闹了啊什么之类的，我信了那么多年的都能会做出来这样的事情，这个世界得有多可怕呀。一个客户是在大厅里发现一个偷拍设备，房间里头也发现一个针孔摄像头，是个女客户，所以分居了，正等到离婚，怀疑说这一方会不会有出轨的情况，就会找机会过来他家里头。像这种案例比较多。李小姐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这个是你们自己装的还是什么？这个娃娃是我去年放在这里的。这是娃娃旁边这个，这是个针孔摄像头啊。这个就是针孔头，就是电源。你可以考虑一下，是报警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解决。这个房间只安装了10个针孔摄像头，给你15分钟，看到底能找多少个。我觉得这个表有点奇怪，放正常来说，这个位置不应该是放一个这样的表。果然，你看，在这个指针在6的位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小的一个针孔的摄像头的。我觉得一些黑色的物体可能更容易被隐藏一些小的摄像头，有点可疑这个，但是我不太确定。我觉得插座也可以。哎，果然，哎，我们看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黑色的一个小孔，正好对着我这个床的位置。这个黑色的上面有一个小孔，这个位置有一个摄像头，体积比较大。那如果这女生穿的字的话，就有可能会被这个桌底摄像头给偷拍到。哎，这儿有一个。海门口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小的一个，这个是正对着我们洗澡的地方。现在我已经找了，马上15分钟，一共是找出来了6个。灯关掉，如果按照他们那个方法是可以看到在画面里面有这个红灯的闪烁的，并没有看到摄像头在闪。我们刚才用这个网上流传的方法看了一下，我感觉好像和我们肉眼看到的并没有什么不一样。还流传了一种方法，就是用手电筒来照，
手电筒照到摄像头之后会有一个发光的一个小点，这样的话会有很多的这种小点来发射出来，我们很难判断哪个是真正的摄像头。我发现这两种方法好像都不太可行，它都不明显的。作为一个普通的人，哪怕是看到真空摄像头，他也觉得不可能是的。我建议呢，就是说像这种真空摄像头呢，还是通过光学原理的这种检测设备，真空摄像头再通过这个观测孔，是很轻易的能够看到真空摄像头的那个亮点的。那时候在华强北有一个特色，大街小巷经常有个拿个纸牌上面写的真空摄像头窃听器。你好，这个摄像头有小一点的吗？就外面那个了，其实没有小的。这种摄像头有没有那种小一些的？没有，像那个小一点的摄像头好像都找不到了。你还把这个东西啊，谢谢。你以前拿没拿过这个？拿过。什么价位拿的？一般就100左右。130就拿去了，现在拿去了。前面那几个最香的，对，真的都关掉了。你这个平台没关吧？我肯定没关的，我是新买的。生产真空摄像头的，销售真空摄像头的，它都已经是入行了。